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安。接下来一年我会在日本千叶大学交换。那在之前准备交换的时候，其实有遇到很多疑难杂症，还有各种问题，然后不知道的地方、不清楚的地方，其实那时候都很希望有一个人可以拍影片来分享他们的经验。所以呢，我现在就是要把我这一年来会遇到问题，透过影片的方式来与大家分享，希望对未来有需要的人会有帮助。那我也会用我的方式去记录日本的生活，然后带大家认识不一样的日本。那就请大家敬请期待。